喂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不是我找你，是叶医生，他没有你的手机号，找到我这里来了。他有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，他想当面跟你说，好像很急的样子，说要去你家小区门口碰运气，现在估计已经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管了。院长，我还是不上去了吧。你想站在这儿跟我谈事情，还是你不相信我的人品？不是，我肯定相信你的。上去把伤口处理一下吧，别感染了。